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连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排查账号问题，重新启用隐藏的频道。如果您在视频页面中看到您的 YouTube 频道有内容，但已遭到停用这一消息，则表示您的频道已被隐藏，其他用户目前看不到您的视频与其他内容。导致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您在 Google 账号设置中选择了隐藏您的频道，您仍然可以观看视频、顶视频和订阅内容，不过这些活动是完全不公开的。如果您想让其他人看到您的内容，或者想上传视频、发表评论或使用播放列表，则需要启用频道。如何启用频道并取消隐藏内容？登录 YouTube， 转到创建频道并填写表单，此操作可以恢复您的 YouTube 频道。在表单中，切勿点击要使用企业名称或其他名称，请点击此处，因为此操作将创建一个新频道，而非恢复您遭隐藏的频道。重新创建频道并将其设为公开后，您即可在视频页面中将您的视频和播放列表设为公开显示。